翅膀，二我有毛皮。有工作需要做，帮你找专业人士。工作没有大或小，专业人士帮个忙。他们能干又很滑稽，哈利和拉里，我最能干最滑稽。哈利和拉里，哈利和拉里，哈利和拉里，助人的职业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！你们知道吗？我正在吃一根冰棍儿。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冰棍儿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冰棍儿非常甜，非常好吃，而且非常凉爽。天热时，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冰棍儿了。哦哦，拉里你好，拉里冰棍，拉里冰棍，我是不是应该跟拉里分享我的冰棍呢？拉里冰棍，拉里冰棍，好吧，外面还有很多冰棍呢，拉里你自己去拿吧。嗯。出了什么事了？冰棍儿没了，冰棍儿没了。冰棍儿去哪了？嗯，拉里，是你吃掉了吗？那是不是你把它给了另一个兔子朋友？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冰棍儿没了，冰棍儿没了。小朋友们，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。你们觉得拉里的冰棍究竟出了什么事呢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不要担心，拉里，我们会调查清楚你的冰棍是怎么回事的。我们总是可以在奇迹换装箱里找到最终的答案的。这里面有什么？看上去真滑稽。我想知道有谁会戴这顶帽子。是一个牛仔。牛仔可以帮助拉里弄清楚他的冰棍发生了什么吗？牛仔不可以，牛仔不可以。哦，没错。说对了，拉里。牛仔们生活在牧场里，他们看管着牛群。我们还能找到什么呢？这是一根指挥棒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听啊，这音乐真是太美妙了。啦啦啦啦啦，我现在成了一名交响乐团指挥。不过我认为指挥不能够帮上我们的忙。帮不上，帮不上。又说对了，拉里。交响乐团指挥帮助乐团演奏音乐，而不是制作冰棍儿。看看这瓶试剂，我想知道什么人会用到它。让我们钻进奇迹换装箱，看看这个是属于谁的。看看我呀，我是科学家。科学家都是做什么的呢？我实验，我尝试，我不停地计算。穿着实验工作服，拖到很晚。我看着档案，思考，思考，思考。科学让我的头脑转呀转。工作交给我已经清完，我可以帮你解决困难。需要帮助吗？有任务
成吗？你需要帮助时，我就到。有我最好的温度计，绝妙的点子传到各地。是用我的放大镜，可以看到我的小朋友在这里。工作交给我，你尽情玩，我可以帮你解决困难。需要帮助吗？有任务要完成吗？你需要帮助时，我就到。工作交给我，你尽情玩，我可以。我是科学家，我是一名科学家。我知道拉里的冰棍到底是怎么了，它肯定是融化了，因为外面的天气很热。不过有了这只温度计以后，我就可以教拉里冷和热的知识。科学家都是这么做的，我们快去吧。拉里，拉里，看看我呀！我是一名科学家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的冰棍是怎么回事。冰棍，冰棍，你的冰棍，因为天气太热，所以融化了。冰棍一定要保存在非常寒冷的地方才行。冷冻的冰棍，冷冻的冰棍。拉里，看到这只温度计了吗？它可以告诉你究竟是热呢，还是冷。冷冻的冰棍，冷冻的冰棍，没错。那么，我想我们可以从冰箱里面再拿一根冰棍，那就不会化了。冷冻的冰棍，冷冻的冰棍，谢谢哈利，谢谢哈利，谢谢你，科学家哈利。